Hello， 我是炳顺，我是妹妹。开始会觉得会比较担心，会手忙脚乱啊，因为毕竟有两个大的，然后我又时常出国，然后会担心我出国了过后，会老婆会不会啊顾不来啊，然后这些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因为我妈妈是怀孕的那一位嘛，所以第三胎还是第二胎也好，也是会很期待。尤其是上一胎是女儿，然后儿子又七岁了，所以现在还会回想起，以前儿子小的时候很可爱啊 ，baby 的时候那一些回忆，所以蛮期待接下来，又是小 baby 这样子。我会想他会不会跟之前哥哥一样脸啊？他们长得怎么样啊？所以这是妈妈跟爸爸的分别，比较实际一点。对。男子实际一点。是计划里面是本来就之前家里就可能就发生一点事情，然后让我太太有一个想法，其实兄弟姐妹多，等他们以后长大过后互相帮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啊，就是会可能会现在目前会比较辛苦，然后他们长大过后会大家都有一个伴，有一个支撑着一个东西吧。够了，够了，暂时够了。